因为这个去年提的是青少年和这个幼儿的这个培训，和这个体系。今年呢，主要是全民健身，全民健身当中也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，啊，这个国球，进校园、进公园，是吧？能够更好的，是吧？能够不仅仅是，为国争光、争金夺银，同时也是在，啊，这个，全民健身当中喜闻乐见的吧，乒乓球是比较受欢迎，所以在公园上，是吧？校园上也是起到一些推动和推广的这个作用，是吧？基本上我们在每次比赛呀，或者封闭训练呀期间呀，只要有机会，就会让这些球员、明星，是吧？和这些里边做一个青少年偶像和榜样的这种作用吧，用自己来去推动，啊，这个体育和乒乓球的这个里边，包括也是不定期的，因为我们走到哪儿呢？基本上就推到哪儿。